三零八解题说明：第一小题，我们点选蓝色的圆角矩形图案，接着在绘图工具的格式里面，选取左方编辑图案，变更图案，选取椭圆。接着依序在上方图案填满，点按以后，选取渐层，下方其他渐层。 渐层填满，以及题目异色渐层，点按以后选取轻度渐层，辅色一，图案外框，点按以后选取无外框。第二小题，点按文字艺术字，接着在 L A K E 的后方点按以后按 Enter，以及红色的点后方点按以后再按一次 Enter。 将文字分成三段，在旁边点按以后完成。第三小题，点选下方文字方块的外框，接着在绘图工具的格式编辑图案点按，变更图案，选取圆角矩形，图案填满，点选黄色，图案效果点按以后，选取立体旋转。 下方立体旋转选项，依据题目要求立体格式，点按以后选取上方浮凸，点按圆角立体格式效果。第四小题调整垂直位置，点选选手以后，按往上箭头，好。 位置要比左方的参考点要高。完成以后，旁边点按一下，接着在常用右方选取里面点按选取物件，接着在左方第一位选手的左下点按以后，开始脱曳。好，将十六位选手如果没有选到的，按住 Ctrl。 再点按完成以后，选取上方绘图工具格式右方对齐，依据题目靠下对齐。接着再选取一次对齐水平均分。完成以后，点选群组设定群组，在格式化图案里面选取版面配置与内容。 替代文字展开描述的地方，我们自己输入“选手”两个字。最后第五小题，点选插入图片，以及题目在 C 里面 ns 点 csfwp 零三里面选取 wpdlin 这张图片，按插入。接着在图片工具格式的右方打开大小。 对话方块大小由于调整不是等比例，所以我们将锁定长宽比取消。高度十六公分，宽度二十四公分。文绕图点按标签，设定文字在前，位置对齐方式字中，相对于页垂直。 对齐方式也是字中相对于页。好，按确定。替代文字右方设定图片的窗格里面，点按版面配置与内容，在替代文字描述里面自己输入大写的英文字 WPDLIN 点 JPG 小写。完成以后，在调整的上方色彩。 点按设定透明色彩，选取黄色，点按以后，最后在排列的上方下一层点按以后，选取移到最下层。到此解题完毕，档案另存新档，在 W P 零三资料夹里面将 W P D 零三改成 W P A 零三储存。好，打开题库练习系统。 数颗评分，按确定，结束。